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向支持的，咱即马倒转来第三段，又往甲咱吴国安老师吼，咱共同咱过来啊讨论咱诶这个话题啦。咱拄则咧讲着讲，咱足侪这个台湾真美、真美好诶，这个伊诶这个伊诶这个源头，伊诶背景是真好。啊，但是呢，啊做出来了，因为社会进步甲现代化呢，有所这个安怎讲冲突了。啊是安怎安尼哦？啊，看讲哦，都有引起淡薄仔迄落讲啊，我规日我都讲，甲你消袂掉啦。啊，像讲有一项物件，我看到当年我看到足恶杂个，就是讲因咧下港唔知倒一个庙寺吼，讲因拜拜时阵咧倒啊，为头前拜到后壁拜足远足快安尼，啊，讲要拜拜了，要互人去抢遐个物，互人去摕遐个迄落拜过遐个。哎呀，生的啦！这是普渡的，这个唱歌啊。无，迄不是唱歌，噶不是讲拢白迄款的迄落一支条啊。这是唱歌原本。哦。哎，一支条啊，你输的，那是后来改来竞争啊，那是无那这项比较应该。讲迄落爬起你到楼，到顶悬，迄唱着迄支啊，就会当三十万的。诶，一种竞争，嘿啦吼，迄我都啊，搁不止啊，欣赏讲吼，迄安尼，大家抹油抹到安尼，搁落去安尼团队的精神啦吼。啊，即下就是讲，爬起街咯，迄个诶，倒啊点咧唱安尼唱，哦，我感觉伊是顶死人，好贵。今年都北港咧在上班啊，我都感觉讲迄足丑陋的行为呢。啊，这就是古早的唱歌啦。哦。啊，唱歌应该原本唱歌是啥物奈？演变到这个形啊！你这就是唱歌。这个歌就是迄人拜拜过物件。对。啊，都要安尼唱。对啊，啊，讲迄当去食诶平安嘛。嗯。平安嘛，这是日本诶一本叫做《台湾风俗志》吼。嗯。诶，卡刀卡也好，卡刀卡也好，这日本人有。当然是有甲台湾人收一本，叫做《台湾风俗志》。嗯，台湾风俗内底原来有写呢。嗯，台湾的庙，普渡的时阵，吼，都有像即爿拜过了后，物件无，迄落上神礼去拜人遐物件，伊无要收倒转来，啊，就伫个遐。迄是讲较早，敢毋是？我是听讲，毋是安尼，迄是庙伊创的，庙伊办，伊办一款神礼，有诶无诶来。嗯。拜庙的神明，拜了后，就再物件无收起，放予人来唱到，分予人个对啦。那就爱用唱的，啊！就我就感觉讲，你就叫人安尼包一包一包，大家排队来摕一包，安尼敢毋是较斯文？毋是啊，迄意义无同啦。嗯，原始毋是安尼啦，嗯，原始毋是安尼啦。哎，你帮我，帮我迄个。比如讲，我元素唔是安尼啦。元素，比如讲，阮阿细个时阵，阮阿普渡个时阵咯，你咧普渡咧拜拜吼，你大在大刀顶悬边啊，一定爱放个石块刀啊。嗯。放个石块刀啊，爱拜五米瓦子啊。嗯。我咧爱拜菜瓦子啊。嗯。啊，即摆就是讲拜了后，伊出来再收起，即地是无收啦。嗯。下开这几刀啊，这地办事啊，跩菜碗是无收，这菜碗就是要互乞食来收去，乞食落来，伊就会来甲你收乞食就对啦，这是怎么分乞食啦？本来所有就是较早吼，即个社会内底，你庙里头拜祖先啦，拜好阿弟了后。对民间的跩乞食、艰苦人，啊，该施舍，要该施舍。那这都较有人情味啦。伊是原来是阿咧，后来就变唔好去，变讲庙宇吼，为着要扩张伊家己的这个崇拜，一些习俗啦。赏一些东西，让你去唱安尼。我看到迄个趣味的情景，迄神敢爱看迄款的情景。因为遐变安尼就对啦。嗯。哦。啊，所以咱啊，免一直甲批评讲迄有偌好偌歹啦，那无发生问题啦。嗯。啊，在日本的这个卡刀卡伊往后伊风俗真个都是有写啦。嗯。写讲后来演变甲讲庙宇安尼做，即款咧办的，即款叫做唱歌吼。嗯。有去纳死人啦，因为唱吼，
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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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过历史大战，迄当时的这个大家这总动员，这个艰苦生活的时候，咱这个庙的这个唱歌这个方式，事实是无去了啦，是改了无去了啦。但是即嘛，阴魂不散，挖起来，搁挖起来，是干了安尼了对啦。咱希望讲，这款方式会当搁再吼。不，我感觉吼，我话即唱歌者啊，那是讲啊，即个今仔日可比讲啊，即个啊拜拜了后要互人摕转去的吼，咱就讲哦，分牌啊来摕，摕牌啊，啊叫人讲哦，迄落义工来啊包一包一包一包安尼，啊大家都来看看转去，看看转去安尼。不是安尼啦，你讲安尼就不是。无，我看看到迄。伊都唔是本分哩。哦。我讲一听啦，伊做是生意来讲啦，吼，迄个庙伊即马庙伊就个人为个人的迄个向信用，迄个灵异嘛，迄灵验个嘛，吼，你讲有滴要扩散看，较侪信徒无？哎，我来即间庙拜，遐要红唱的遐，唔是你摕去拜呢，是庙伊传的啊，庙伊传的拜好人的时阵，啊，你想讲，吼。啊，后来不过，我拜好了，好。那恁是较早庙本意，可能讲要施舍，足侪乞食，几路乞食，迄种。原来是安尼啦。系啊。啊，结果即马拢。我们咱大汉咧，即个大汉咧，即句话来收你就知影。嗯。哦，你提好歌啦。啊。这不是好话啊。系啊系啊。我就是讲乞食，写死你啊！你提好歌。啊，较早人哪问个题？啊，即马唔知安怎拢，唔是，即马伊家己设计安尼。嘿，那啥讲去抢头香嘛，同款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抢头香以前嘛无这个问题的是，伊家己设计合理，后庙的人为着要控中伊的迄个信徒了，对啦。那啥讲选举的时候，为着爱选票的时候，哦，伊就家己讲哇，我来当选就会安怎？啊，即马伊就伊来拜拜啊，唱啊讲。你这提灯的家都会平安，下面个你用这个，啊，大家都去唱，这是文化，是安尼歪曲出来啦。是啊，是啊，我感觉安尼好个哦，都足我了，歹讲哦，我了感觉讲，这实在有影吼，足袂当迄落个，嘿啊，歹势啦，啊，光你也正白，哈哈哈哈哈。咱即马过来算了，咱要讲哦，最近上热的就在。中国的什么音乐会？哎，对啦，来台台办啦吼！对，来咱台台家阿爸哈，发生一个代志啦。发生一个代志，关于发生这个，大家讲真济啊，这唔免咱讲啦，比咱都比较清楚啊。系啊，对。哦，咱即马是咧讲关于这在学生后来互人个判，互人个伤害个判。对啊，即马佫继续伫网络顶办讲咩会？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该危险。迄唔免惊啦，迄个冤家靠无话啦。是台湾人故意，台湾人袂去讲这个话，安尼来听啦。你咪会使讲啊，你咪会使讲啊，吼。啊，这问题有一个咱我所看到的一个现象，怪怪的是讲哦，我看到这个做名嘴啦，吼，名嘴的节目内底啦。有一个李教授啊，有一个李教授，伊极力批评在学生囡啦，你学在学生囡啦，你才会使你爬去人个舞台，人个舞台是合法申请个，你才会使爬去人个舞台，骂学生啦，哦，啊，这个李教授本身，林教授本身是教授啊，哦。啊，讲是台湾有名的自由派的教授啦，自由派的教授啦。啊，但是啊，你马上囡啊，咱的乡下听讲是对啊，应该对啊。啊，人家咧办音乐会，你是安怎讲跳起啊，讲乱，唔对啦，吼。啊，这個、问题应该，就搁之前的经文啦。之前的经文啦，之前经文是讲，你这个会对。对台湾甲在学生啊，诶，即个叫做冲突的问题啦。哦，你爱讲个冲突的问题。
迄冲突是倒一边较有理由，倒一边较无理由啦。嗯，好、哦。也无头，迄个讲你来会使哩人，譬如讲，我庙的人咧做一部歌戏啦，啊，你会使讲跳起，哦，我都唔对啊。即、嗯、个问题就是讲，伊你个跳起迄个舞台，哦，迄、那个舞台，嗯，哦，啊，加只学生啊，对你的迄、那个。后边迄个理由啦，啊、嗯，一个爱先讲迄个理由，再讲这个东西就对啦，好、嗯。啊，即摆过来吼，即林教授捌阿力讲，捌阿力讲，我看到阿力讲，伊讲，即摆大学生吼，一个大学，伊讲知名个台湾大学、嗯、大学生啊，嗯，我大学生即摆大学生啊，混吃等死。嗯，不讲也混吃等死，用台湾来讲，你讲，骗家等死。嗯，即马学生骗家等死。嗯，好，伊批评即马学生。嗯，啊，伊本身是大学教授。嗯，就是讲伊批评伊学生。嗯，骗家等死。好，啊，即句话讲对啊不对？我想嘛是对哦。嗯，嘛是对哦。那我讲的就对啊，伊讲的唔对，嗯，啊，如果伊讲唔对呢？因为我无咧做教授啊，嗯，我无咧做老师，无咧做教授啊。你路人甲，路人乙呢？嗯，啊，伊咧做教授，伊咧做老师啊，啊，那大学生是骗家，但是都是你教的，嗯，对不？对啊，都是你教的，你教这个骗家，但是有其书必有其生嘛，嘿，嗯，都是你教的，嗯。啊！那我讲啊，我无咧教，不是我教啊。嗯。你个教，你个教，识下咧啊。系啊。可能我会使讲。系。哦。我嘛啊，但是吼，到时都怎啊？嘛无大家安尼啊。嗯。哦，虽然可能现在这学生有时寡有问题啦，吼。嗯。但是有问题就是，你这台湾这七十年的跩老师、跩教授。在地下分子，嗯，佮教出来啊，嗯，佮教出来啊，对，好、哦，啊，即摆咱讲啦吼，就是讲关于这个咱学生去讲起啊，这个吼、哦，有一个什么的，中国的迄落小白狼，嘿，有些什么爱讲因的人佮拍对象啦吼，拍对象啊，嗯，啊，即摆就是讲。因为准讲，因为伊个跳起啦，伊个跳起舞台啦，吼、嗯，啊伊个，啊就互个碰拍，实施碰拍到跳起，应该是无啥关系，无啥关系。啊，准讲是啦，准讲是因为伊个跳起，啊他去碰拍，啊个拍的人嘛不是用跳起，对手迄个人个，该拍的别人啊，那是别人。啊，就是讲，徛喺领导来讲啦。嗯。这位教授讲，啊，你就不应该个跳起人个舞台啊，就不应该。啊，对，啊，因为伊个不应该跳起舞台，意思就是讲，啊，你讲跳起舞台，你唔知用拍。嗯。啊，那安尼变个跳起舞台就必须敢拍，肯定掉啦。对啊。我啊，讲有这个逻辑，有这个逻辑呀。嘿。有这个逻辑。嘿。哦。跳起将抗议的人呢，就抗议了。对啊，因为这个，伊抗议讲，这是阮学生上课的所在，即嘛是上课期。啊，阮有体育系，阮要用，你一个占用着几礼拜外，吼，为开始起头甲拆着爱几礼拜，影响阮上课的。啊，佮我无愿意，互你来我遮来办这种的这咯。哦，你会当你既然你会当去小巨蛋啊，会当去底下办，你那就要来阮大学生，阮这个做好3700万开落去的，这个跑道，哦，啊你甲阮乌白定乌白木木甲一空大空，加一空遐一乌万的啦吼，啊所以讲伊这个本来就对啊，你中国来，啊咱就用咱的税金钱，过来啊，互因来遮表演，啊过来。个影响咱的迄落学生上课的时阵，啊，你放假的时阵，你来嘛，啊你用上课的时阵，种种这下即落
问题吼，伊才调去你遐，是足够伊啊呢。哎，伊是迄个学校的主人呢。啊，你无得到主人的同意，啊，你得到迄个伫迄落外围的迄落人安尼，你安尼来。啊，所以讲我就感觉讲哦，咱台湾人啊，有影毋是讲干呐讲。讲迄啰，你教授教出来学生讲，混吃等死哟。我就感觉讲这是混吃等死的教授教出来，这拢大人伫个遐主张。今仔日咱的台湾囝互人拍，这拢是大人害的呀，是不是安尼？诶，即摆咱无去替伊辩解。嘿啦，我是无啦，想我看到的面啦。你咧讲的讲，伊的逻辑就是讲，我徛去。台下顶抗议尔，你就会当外口，你就会当叫黑社会来甲阿强拍，啊拍的人，佫唔是爬起你台顶的人安尼啦。对啊，啊这教授的这逻辑就对了。对，嘿。啊，恁即马就相对这个教授，佫有另外一个教授无？嗯，佫出来。另外一个教授吼，也是足挺的学生。伊讲对啊，学生，哦，嗯，你呐？人无可能，忍耐到无法度，搁忍耐时，你就应该以牙还牙啊！意思就是讲，哦，遐人若日军若要甲你拍，啊，恁学生遮侪，都为我啊，搁了解啦，讲啦，系啊，哦，哦，即摆即两个对照啦，即位教授也来讲啊，嗯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这个教授搁还可以哦，搁好骨气哦，啊，搁好骨气哦，我本来是安尼想啊。我咱之前即都有讲啊，我讲，对啊，迄个吼，迄个叙利亚吼，嗯，叙利亚，嗯，迄个叙利亚有80万难民，走去欧洲啦，喏，这个但是咱即摆社会都好，大家安尼看到叙利亚难民可怜呐，安个真动容，我就捌安尼讲啊。讲伊80万的内面内底啊，一半，嗯，一半是老人、囡仔、加查某人，嗯，嘛也有40万的迄落壮年人，壮年的查甫人啊，嗯，啊，这壮年的查甫人40万，那么40万，10万的了后，大家一人提一石头甲顶落去，伊4-5万的爱索就死了了，对啊，10万的石头捡落去，敢无？是安怎了？那就造堆，好，就来造堆。走对后壁面，就是有迄个讲啊，我唔插啊，我呐对我吼不利的，我拢唔对啦。嗯，安尼第四因，有一个呢独善其身啦，因来佫较大的不利的对啦。嗯，好，今仔对我的家族，我的迄个一切。所以我看到迄个学生安尼时，我嘛想过来跟怨叹的。嗯，哎，怨叹，恁这老人老哭哭啊，无啥路用啊，吼。但是咱也想讲古怪。哎，学生遐济，哎，几个人要来甲伊拍头前，要甲拍后壁，甲揽哩对嘛？石头摕哩嘛，甲捡啦。系啊。啊，啊，敢唔敢？细力改换大力啦。所以，这另外一个教授啊，啊，另外一个教授讲，你若人有可能的时候，你得以牙还牙。嗯，对。台湾囡仔吼，嗯，应该爱有这个欺骗，吼，这个欺骗。嗯，咱。安尼讲较正常啦吼，嗯，啊，几十年前啊，那个党外甲民进党早期的这个抗争，嗯，那个抗争吼，即摆少年家唔知有看到无？嗯，就是迄个抗争非常激烈了，对啊，嗯，激烈了，嗯，哦，迄个抗争的电驳车出来啊，哈，棍啊举出来，盾牌啊，甲你喊落去啊，迄青梅棍安尼甲你喊落去，啊，这头壳拢出来了，老血老滴安尼，拢出来。啊，所以迄当时对吼，我吼，我咧年纪就是迄当时参加这个抗争的年纪就对啦。对啦，你咧头一批啦，啊，到我这就第二批啊。无，你是前线，我拢在后边。你咧前线，我咧老，我拢在后边。我拢在后边啊，我若要去的时候，大家都啊咧电话叫来叫去，我来。啊，阮就烧念手，烧念手，你听有无？哎，有。是啊，我来烧念手啊，烧念手，我搭在安尼讲好势。有一个暗号啦，嘿啦。我来烧念手讲，哎，会记摕来哦，会记寄来哦。嘿嘿嘿。一句话啦，会记你寄来哦。嗯。对，会记寄来，寄啥物？嗯。寄啥物？嗯。寄一支雨伞去啊。嗯。
不论好天啊、落雨，还是无日头，嘛是雨伞爱扎起来。对啦。要抗争的时阵，我拢举支雨伞去。会当做乖啊啦，会当抓日头啦，抓予人喷水的时阵，你嘛少抓一下。干那要甲你拍的时阵，你嘛会当当作临时武器安尼。对动的武器，迄无攻击的武器是对动的武器。你举一支雨伞去啊，也是雨伞去。这支雨伞会使你放心啦。譬如讲，经过一个困难时，你雨伞爱甲拄着，就袂攻着你呀。好，啊，讲下讲下迄个了。嗯。好。呀，恁无可能的时阵吼，我嘛会使用这个雨伞，甲你落落去哦。嗯，哦，防身防我自己，为了保我自己啊。对，攻击就是会使保你自己。嗯，好，这唔这唔是暴力，但是咱未使使用性感攻击。对，咱大汉人吼，爱大汉人想过爱培养这个，想过能培养这个这个雨伞，你不能光着。武术都这么些东西，欺骗。那我手底我有武器，但是我无要用，无提出来伤害人。嗯，好、哦、啊，非不得已的时，我就提出来保护我自己，保护我自己。嗯、所以，即摆现在学生少年人吼，袂晓保护。现在有人。不要靠自己哦，是讲别人嘛，那他们比较好人的对啦。嗯，嘿，所以咱不是安尼，伊也无什么安尼的难度。想办法就袂啊，啊起歪个啦。对啦。啊，即摆吼，咱过来讲一个，过第三个啦。嗯，过第三个教授。任命教授。嗯。即咱个台北市长。嗯。咱台北市长讲迄落。你若身体勇，你都唔免惊细菌。对啊。你若免疫力较强，你就唔免惊人通症啦。嘿。我问，啊，可比？讲啊嘛是对嘞，那似是而非啊，不是似是而非，事实是对。好，好啦，对啦，好，对对。问题就是台湾即马是比，是何必你讲遐勇嘞，对啦。即马咱台湾是最弱的、最脆弱的。现在台湾那未堪日啦。因为73年的洗脑教育，含 DNA 拢会变过啊，当然弱、软弱。就想跟你洗脑啦。中国人。咪中国人啊，国民党啊，国民党甲咱洗脑，中国国民党甲你洗脑的啊。国民党甲你洗脑，唔是国民党甲你洗脑，国民党甲你洗脑，你无咧插伊啊，伊国民党嘛，伊透过台湾的知识分子来甲你洗脑，你个食来啦。嗯，就是我讲啊，啊台湾的这个，这你无，这别人咧差不多拢哦，你亲像科比上，这款的人。创无去了啦，免免疫系统全部破坏了啦。没什么破坏，即摆台湾的人我未开始感冒，啊，未开始感冒就跳呀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讲真嘞啦，嗯，我讲真嘞啦。是这个，是这陈玉陈玉秀哦。哎，陈玉秀就是迄落罗秀义的。陈玉秀，应该我会记哩，我会记哩。陈玉秀做迄落。文化是当届时吼，替这个毛泽东做统战的一个集团咯。嗯，阿公来台湾做高嘉瑜。嗯，阿公伊是高嘉瑜的。嗯，这张我是。高甲戏啦。高甲戏啊！啊，我吼，我无人请去看。伊说来台湾安排是台湾的台北市的这个小剧场遐。嗯。公演啦，啊，佮开研讨会啦，佮有诶无诶啦。嗯。对啦。这当然是海报。哦，你哪有法做？来，秀一下这个，让人偏胖者，这我第一遍看到。哎呀，这叫高，这叫什么？两花高架喜宴都会加电影活动。好，谢谢。嗯。啊，明明我再去看，明明这都毛泽东的统战集团呐。
大陆是统一集团啦。安怎来个台湾讲伊是个台湾的高嘉瑜？迄个高嘉瑜都。你看伊来遐来台湾做的时阵，戏出身完全都甲台湾的高嘉瑜无共。台湾的高嘉瑜是庙的主题，是主题是唱南曲，所以高嘉瑜。但是一来，啊！你一个公认讲，这才是高嘉瑜，结果呢？嘿，咱的高嘉瑜全消风去。但恁的高嘉瑜全无去，全无去，全无去。但讲大陆高嘉瑜就是这款的啦，就是为中国来，就是这款的。嗯。啊，这就是免疫力啊！你台湾的免疫力。完全，那落来也无卡，啊，锁伫迄落高速公路顶悬过。啊，这台湾免疫力。啊，刚才讲这几年啦。差不多一礼拜前面啦。一礼拜前，咱阿美族大台的阿美族做这迄个迪拜啊。讲要回到太平洋。我们回到太平洋做这迪拜啊。啊不，有外头这个问题有法度，这也是一句话。那时候我就是电视顶关搜寻，看你迪拜是要安怎做，因为做迪拜我。我转到地下了，我转到地下。我在想，你阿弥你是用什么款材料做迪拜？要回到太平洋就对了，吼。那时候我才是电视顶面搜寻，结果呢，我发觉了一个真正的代志。台湾的学生，博士论文也好，什么硕士论文也好，在研究台湾的。迄个唔是得白啊那条，台湾的竹啊，内底台湾的一项竹啊无去，什么？我讲竹啊无去，什么？所有论文内底，我无看到有人讲起台湾的巴厘竹。哦，好好。巴厘竹，拢讲台湾有闽中竹，啊，到有满竹，啊，到贵竹，哈，贵竹什么竹拢有，迄是拢竹，迄拢竹，都是无迄个巴厘竹。因為中國那邊根本就沒這馬尼的，馬尼這句話是比方說的喔，馬尼的竹的意思喔，竹給這馬尼喔，那是比方說，所以是馬尼就是台灣本土的竹，中國那邊沒有，所以咱現在咱的學生要研究台灣的竹，就用中國的意識來給来个扩大咱台湾的地方来。然后你安尼，你的闽南系统，系统拢无去。安尼无去啊？现在安尼登到落去啊？含这个闽南系统啊，拢无去啊。系啦。所以台湾就是因为处于这款情形，咱现在譬如讲一个人都破病啊，要死要死，都爱个调养我用起来。以前有免能力啊，对啊，所以台湾呢就是未堪之啦，科比先生未堪之啦，未堪之啦，好啦哈，咱今日到这就好哈，希望讲咱老师讲的这拢第一遍听到哈，实在有影，咱若有时间，咱来好好来讨论这方面的代志安尼，好，今日到这就好啦，好感谢你哦，身体大家拢爱保重，咱会当看愈侪代志，大家知影讲。在中国的国民党在台湾，伊后来刷落会安怎呢？